在。因为我们的医疗科技一直在进步嘛，所以说随着意外事故发生啊，还是重大的一些疾病需要开刀用血的非常多。那刚好疫情期间，在四五月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把病情本来要开刀都把它延到七月这个时候来。所以说我刚刚有跟那个捐血中心他们有谈到，原来的本来要开的人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，就缺血非常非常严重哈。那尤其本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哈，除了以前我们都经常在关心独居长者弱势以外，我们也是全力在支持捐血这个活动。那我们知道捐血除了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好处以外，也可以救人，所以说我们尤其在这边呼吁，身体健康有意愿的人都欢迎各位今天来捐血，把血库把它充满满，我们的捐血袋没有上限。那今天来捐血的，我们都会有送7-Eleven 的储值卡，还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，谢谢。没有，他在二楼。站好，有请。在。站好，有请。在。